cinema.这就死了，闪现呢？ 这个人不会打兰博，打兰博不能去草里的呀，就直接来兵后面就行了。 AD 怎么这样提供？先买长剑，然后再买多兰剑。 真的假的？又来了。 他溜了。
啊，没杀死。嗯。又来辉哥，没进化，好像没进化，蓝也没大，蓝波也没小。辉哥反应好慢啊，第一时间就能上了，第一时间能控到的，他反应好慢，慢半拍。啊，又好了，这个人点大到 CD 了，我操！放刀好快啊！防哪些不喜欢走位的技能直接放进去，进化好的，我操，这好痛啊！嗯嗯，一直往前怎么又防御大招又好了吗？点 CD 也没这么快吧？过来吧，这种短 Q 就不好反应。我这蓝波干嘛？哎，我送了他送了。我操，应该把兵吃了。没事，把这些弄掉。有果子没啊？应该，哦，得吃了。我操，这蓝博！哦，还好他没。重可惜，
差一百啊。打完了，能打完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大队直接。好，差一点吧。嗯。绿丝这么猛吗？掉了。多了呀，怎么还不撤退呢？谁怕撤退挺好，这怎么还这入手速有这么快吗？昨天输麻了，今天得赢一下。